三流理论的艺术框架，然后我们再讲这个什么呢？这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在这个自然学原理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然后我们讲它的诊断学，它是有个特殊性啊，它的病因学它怎么确立的？然后治疗学，它的医学模式，它的养生学，然后三流医学的定义，这些都是新概念。所以需要快速地讲一遍，好，三流理论的医学框架，刚才讲了，它是从生命的物、能、性这三个属性开始的，说一个生命的系统，它必然的要有环境，要有三个交换，啊，它的三个交，还有三十分钟，好，还有。OK， 好好，的这个好。还有功法。还有功法。OK， 好。那这个什么呢？这个由这个物能性啊，它所决定了三流。那么这个三流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就是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物质流就是什么？吃和排。我们能量流是什么？吸和呼。我们的信息流是什么？睡觉与思维。好，这三个东西就决定了你健康出于这三流，你疾病也出于这三流。这出汗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所以三流的这个理论我们要记住。啊，诊断学，在诊断学里边呢，我把它啊，这个要先讲一下，叫自然医学的任务，它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说你自然医学你是解释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啊，说自然医学是研究人的机体在健康状态、虚弱状态、临界状态、疾病状态之间相互转化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研究什么？研究机体的状态相互转化。啊，我们不研究分子，不研究原子，不研究解剖，我们只研究状态。什么状态？健康状态、虚弱状态、临界状态、疾病状态，它们相互之间怎么转化而已。这就是自然医学的一个任务，我们不能去搞人家的东西，你也搞不了啊。所以我们首先，这就是给自然医学定位，你要明确你在干什么啊。好，自然医学的方法，它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的方法是运用与生命有机体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你看谈到的是进化，在长期进化过程里头形成的。第二，与机体自然本能相吻合的，与我们机体啊自然的本能吻合的那些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方法，这些都是它的方法。语言是不是进化来的？语言是自然的本能，说语言就是治病的一个方法之一。一句话想让病人死，一句话可以让病人活，是吧？哎，好，那么这是自然的这个我们的方法。那么用这个方法干什么呢？用这个方法就是对人体实施适度的良性刺激，达到促进机体的自主性调节。实际上，自主调节就是促使生命力的生发，然后用让它他妈正常的发挥。有的时候，当病的时候，你的自我运动的能力降低了。像小孩子，你看小孩子，活蹦乱跳，哇，闹死了，吵死了。哎，今天怎么没生意了？病了。这小孩一病的时候，你看蔫了。哎，我们的神经，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他病的时候，他也是蔫了。所以怎么办？刺激他一下，醒他一下，所以就叫刺激。刺激完以后，哎，让他醒过来。啊，让他去调节，好。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要发挥什么呢？就
就是让这个机体啊，我们这些方法促使机体内外物质流、能量信息流的循环与交换正常。我们现在清肝胆干什么？清毒啊！我们做一些呼吸，做一些动作干什么？哎，把身体打开呀！这是能量流啊，让它流得好一点呢。我们为什么要早睡觉啊？哎，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睡眠的品质提高一点呢。哎，所以这个系列方法呢，也都是实际上我们用这些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促使机体自我调节能力提高，另外一个改变你的内环境，就这么简单。特点，自然医学它有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自然医学是建立的是以自然哲学为根基，刚才框架看了，以生物科学为主干，是吧？你看我描述这些东西都不是没有阴阳没有气啊，都是用生物科学的语言来表达啊。好，以广泛的自然疗法实践为标准，我们用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很许许多的自然疗法，它的科学的道理在哪里啊？好，而形成的这个系统呢，是全新的第三医学理论体系，与中医没有关系，与西医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独立的。所以它向下触及到物质、能量、信息、时间、空间这五个最深层的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深到什么程度，深到在整个的自然界，在这五个基本量的背后再没有东西可认识的，就深到这个程度，不能再深了，再没有了啊。好，浅向上就叫深，浅浅到哪里？上上触及到维持生命的三个基本活动，什么？饮食与排泄，呼吸与运动，睡眠与思维。你不能再浅了，再浅生命就没办法活了，不能再深了，说这就叫做深入浅出。好，体现了大道至简，这是我们的中心思想。好，我们讲三流理论。三流理论的话，为什么讲三流呢？就说我们刚才不讲了吗？你不就是研究机体状态的一个转化吗？好，这个状态由什么来决定的？这个原理就说这个状态它实际上整体的状态有什么？就是有机体的内在的自主性的调节能力与内外环境的物流能流信息流来决定的。所以物流能流信息流我们简称为三流。好，我们知道了一个状态由这个来决定的，好，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转变这个，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环境，它就可以促使身体的状态发生变化，这就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好，诊断学，在诊断学里边的话，我们有望闻问切触，非常重要啊，变成了五诊合参。触什么意思？比方说，哎呀，病人说，哎呀，我肚子不舒服。其实你一压，马上就知道了，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病人他自己说不清楚，你一压你才知道心肝脾肺肾哪个地方承受不了压力，他就蹦出来了，啊，非常准确。有些妇科病也是一样啊。哎，我肚子不舒服，你一压你就知道是卵巢啊，还是子宫啊，还是附件啊，还是等等哪些地方啊？所以触是个非常简单实用的方法。OK， 好，那么我们重点来讲，自我诊断。自我诊断就说运用人类已经具有的特殊的感知能力，即意识的自我认识能力。意识干什么的？意识给你就是认识自我，首先是认识自我。而我们现在都把它用来认识别人，这叫颠倒啊！你看菩萨，菩萨的像，菩萨的像都干什么？都在看自己，观，观了自己，你才明白别人。而我们现在说，明白了别人，不知道自己啊，这叫颠倒。OK， 好，进行自我扫描。达到自我诊断机体状态水准的目的，就是
就说我们通过观照，我们扫描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身体状态，身体会告诉你哪里舒服哪里不舒服，哪里疼痛哪里酸哪里紧等等等等，它都会告诉你。这就是生命，因为它每一个 parts 每一个部件都是活着的，它都必须与你它有一个交流，是你从来都不听它。啊，有人说，哎呦，我怎么这么一检查，这不是这么肝怎么出这么大问题啊？我怎么从来没感觉啊？错，他给你多少信息啊？你那忙，哎，我没时间呢、啊。哎呀，我这个 program 还没做完呢、啊，我怎么啊？你从来都没有认真去听他，啊，所以那么这是这个在自然医学的诊断学，啊，不是你去。给病人诊断什么只占着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要想不病教给他怎么自己诊断自己啊。好，那么在我们扫描的时候，我们扫描什么东西？扫描两个东西，一个我们检查，第一个是检查三流层宏观的三流层面，我们看，你看我看病人的时候，我检查什么？哎，你都吃什么？我听听你有没有排便呢？说没有，那你坐在马桶上干什么？看杂志啊。好了，所以你看第一个圈子就没算对，第一个圈子没算对，肯定里头毒素多呀。第二个圈子，哎，你有做运动吗？说没有。有做腹式呼吸吗？没有。好，第二个圈子就没做，第二个圈子没算对，里头肯定堵塞。第三个，几点钟睡觉？说我一点钟。这为什么这么晚？那十一点睡不着啊！啊，大家都这么晚呢。好，这第三个圈子也没转对，那你不病谁病啊？是不是啊？你天天你就造这个因，违背生命的律，啊，那你不病就没因果了。哎，听着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哈。哎，好，那么这就是说，这就是律。这就是我们帮助病人来提高他的认识，啊，从三流方面来检查，这是一。第二个，微观方面的检查，扫，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own MRI， 你都有一个自我的核磁共振扫描器，你知道医院里头做一次好几千块钱，啊，大概台币得上万，啊，哎。而且查出的东西还都是什么已经是器质性的东西出来了才能够扫出来，对吧？好，那当我们自己扫的时候，一点点酸，一点点紧，一点点不舒服，它都可以出来，叫做初始状态信号，你都可以知道。这个比医院的那个核磁共振扫描器效率还高，既省钱又省时间，你看比它效率还高。你说你自己本身，哎，一台核磁共振扫描器，啊，台币上亿。你看今天听了这个课，你马上的话，比上亿的这个机器搬回家了，是吧？回家就用它来扫。每个人都有，啊，越训练越准确，越训练越准确，啊，这就是生命，它自我认识的结果。他可以自我认识。好，具体的东西我就不讲了啊。在这里边，病因学很重要。到底疾病怎么产生的？西方医学的病因学复杂的不得了，中医学的病因学也复杂的不得了。哎呀，分析来分析去，非常的复杂。好，你看我们自然医学，啊，好，在物质流层面出现的最基本问题就是。毒素太多。第二，在能量层面出现的最基本问题是堵塞严重。第三，在信息层面所出现的基本问题就是紊乱。好了，归根到底，毒堵乱三个字是造成机体内环境恶劣的根本原因，因而也是所有内源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就这么简单，三个字，难了，是吧？
就像心经里边讲观自在菩萨五个字，佛法讲完了，剩下全解释啊。所以这里边的话说什么补乱，就是造成所有内心疾病的根源，它的来源就是物质流没断地一定是毒素多，能量流没断地一定是堵塞，信息流没断地一定是紊乱。说到底就是这三个字，你不管表现在分子层面，还是原子层面，还是血管层面，还是什么骨头层面啊，总而言之它都是它。好，那么我们就记住了毒堵乱，好不好记啊？好，来，我们把这一段话我一起念，说归根结底毒乱三个字是造成机体内环境恶劣的根本原因，因而也是所有内源性疾病的最根本原因。好了，你看现在我们这是什么呢？今天我帮着大家引领大家很快地进入到现代医学的前沿阵地，就这么简单。进来了干什么呢？看到整个的战场啊，原来啊就是毒堵乱的问题啊。好，解决它，怎么解决？乱毒怎么办？疏通，毒就把它，毒要把它清啊，毒要把它通啊，乱把它止住啊，有序啊，啊，所以方向掌握对了，原则你就知道了，方法千千万万。好，治疗学，治疗学。三大职责，第一职责是如何治理机体的内环境，也就是说如何解决毒堵乱的问题，如何是清毒疏通止乱。好，这里就不展开了，书里的有说。清毒我展开了一点点，包括怎么清，怎么清肝胆的毒啊，怎么清血管的毒啊，怎么清肾脏的毒啊，怎么清肺脏的毒啊，都可以具体给它展开，包括心里的毒怎么把它拿掉。 OK， 那么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毒堵乱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机体的内环境的条件。现在我们的医学，我不管你里边你烂到什么程度，我给你药吃，对呀，啊，就 try。我们现在比如在美国很多医生告诉 Dr. 告，我给你 number one try， 为什么要 try？ 他不知道这个药进到机体里头它发生什么样的微观的一些变化，不知道，的确是很复杂，所以 try number one 不行，那我给你试换第二个 try number two、啊、所以现在治胃药五种药开完了以后，这五个都不行，那你是再等半年，number 六出来再 try number 六啊，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呢？就说光管，光去控制它，不管因，那么这个内在的因不解决，任何外在的治疗都是暂时性的，对不对？啊，好，那么其实毒堵乱，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是什么呢？在一个社会环境里边，一个城市里边。如果台北这个地方毒是什么？坏人多，毒出门就塞车，乱根本没警察，你说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头你要不要受伤？一定受伤的啊！所以你看我，但是我们身体里边的细胞生活在那样一个毒堵乱环境里边的话，你可不去照顾它，所以细胞为什么会病？是毒堵乱所造成。好，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这是所谓我们中医所谈到的祛邪之法。什么叫祛邪？哎，具体了，把毒堵乱拿掉就叫祛邪啊。好，第二个，如何激发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提高，使其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这就是扶正。扶正就是激发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六个自我运动量的提高。那么从西医的层面，几个调理系统，
第一，作为我们机体内部管理的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属于快速调节，内分泌属于慢性调稳定性调节。好，那么神经系统怎么调节？我书里头有讲。内分泌系统怎么调节？怎么提高？免疫系统怎么提高？都有讲到。然后还有什么意识层面的如何调节？DNA 层面怎么提高？哎，就把这个扶正具体到了五大调节系统里边，也是具体化啊，和西医的概念结合的，用西医的生物学科学的部分、合理的部分也来作为我们啊一个指导思想之一。所以这个自然医学和西医不打架，和中医不打架，融在一起。OK， 第三个责嘛，三大职责现在是二。好，第三个非常重要，新的扶正祛邪都有了。对内源性疾病而言，来自外在的任何治疗手段，充其量是占三分。我这讲的是内源性疾病啊。没讲内源性，没讲抢救啊，没讲什么啊，讲内源疾病，讲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癌症，啊，好，而机体自主性调节的力量占了七分左右，绝不能颠倒，这就是自然医学最重要的三七分制作理念，而我们现在是把它颠倒了，有问题。我不懂啊，全交给医生，医生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颠倒。所以医生包括我们这些做医生的，你充其量你只能帮到人三分，最重要的是让病人的七分赚钱。怎么赚？三流是他三流，不是你三流啊。吃个牌是他不是你，吸一呼是他不是你，睡眠思维是他不是你，整个那个环境的改变是他来改变，不是你改变，但是你有这份责任交给他，鼓励他啊，认识到如何去做这七分，这是我们新一代医生做自然医学的医生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啊。所以三七分一定要知道，生命在病人那里，不是在你这儿，啊，不能颠倒。打个比方，我在美国看病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个胖子，很胖，他说：“哎，张医师啊，我这个心脏不好啊，你有没有办法啊，来帮我一下？”我说：“我可以帮你，啊，因为朋友介绍来的。”我说：“你要不要帮自己啊？”“要啊，我这不来了啊。”“好。”我说：“你要帮自己的话，首先。”减去30磅，哎呀呀，这不行啊！你看我，啊，什么抽烟、喝酒、嫖赌都没有，就是愿意吃一点，是吧？我要连吃都不让我吃，你说我这个是不是就没福分了哈？我说好，我说这样吧，我说你呀，回去考虑一个问题，现在不要回答，我说三天以后哈，你来答复。你要是。照顾你的心脏就要管住你的嘴巴，你要是照顾你的嘴巴，你就不用 care 你的心脏，就这一个问题。哎呀，不好意思，我说，我说现在别回答，现在的话啊，因为你回家好好思考思考啊，别着急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好了，没等到三天，第二天打电话来了，哎呀，张医师啊，这个好吧，那我。我要要心脏啊！啊，你就告诉我怎么管你管嘴巴吧。回来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怎么把嘴巴管掉，怎么把晚餐断掉，怎么开始调整饮食，他都是原原本本100%的执行。这就是什么？法有心证。他不肯做，你给他100个法都没用。啊，首先就要转变观念。好。
他不能转变观念，他七分不赚，你的三分赚都是攒私的，都是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白打。实话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生命在你这儿，不是在我这儿，所以你变不是我变，是吧？所以你这七分必须要动起来。所以自然医学能够治病，诀窍在哪里？是把病人转起来的医学，这就是我们自然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根本区别，这就真正的解决疾病的因。我们为什么能解决疾病的因？所以现在的医学体系是解决疾病果的医学，必然要走向解决疾病因的医学，这就是它的必然趋势。而解决疾病的因，就必须从病人自身做起。讲到这里，讲明白了没有？嗯，明白。OK，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自然医学治疗三大原则。好，所以就把这三大原则运用到你的实践中里，方法千千万万。啊，你怎么刮呀？怎么推呀？怎么清啊？怎么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好，那么扶正祛邪，那是讲你看将中医的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与西方医学的各个调节系统的调节功能完整统一起来了，这本书里边讲的很详细啊。那么是将治疗的重点转移到让病人转起来的治疗学。好，来，我们把最后一句话读一遍，说自然学是将治疗的重点转移到让病人转起来的治疗学，这是根本啊。为什么？因为说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信息，你首先要让它转心，转变观念，抓住了这个，你就不愁它不转啊。所以这个在这一方面你得有功夫，你能把生命简单明了的说清楚讲明白，病人没有不跟着你走，他没有不相信的啊。自然学的模式